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号 Sasha， 我中文名叫何亚，今年23岁，我毕业于 UFV 金融系，现在正考取 CFA。我是一个活泼、开朗、大方、热情且勇敢的女孩。这一次参加亚姐比赛呢，我是希望向其他姐妹们多多学习，然后最大挖掘自己的潜能。我相信我可以从中受益匪浅。最后呢，希望大家支持我，投我一票，谢谢。